大家早安，吃早餐了吗？昨天看到一段话，觉得蛮有道理，跟大家分享。钱多钱少，常有就好；人丑人俊，顺眼就好；人老人少，健康就好；家穷家富，和气就好；谁对谁错，理解就好；人的一生平安就好。在此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。